法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七案，电业法第95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第七会期第六次会议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法院会，本案因协商已逾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愿于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依登记顺序发言，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第95条，请宣读行政院提案条文。第95条，政府应订定计划，积极推动第一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相关作业，以处理兰屿地区现所主放之第一放射性废弃物。相关推动计划应依据第一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厂址设置条例订定。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本条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条照行政院提案条文通过。33条，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95条，政府应订定计划，积极推动第一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相关作业，以处理兰屿地区现所处放之第一放射性废弃物。相关推动计划应依据第一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厂址设置条例订定。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电业法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